内地十二位最帅九零后男明星。沧海一声响，滔滔两岸潮。白活自在的少年要几多觥筹交错，潮起和潮落才能一笑而过。到了革命来电，我们美得多感觉，人潮晃的热闹，为谁要尖叫？礼貌的人这么微笑，沸腾的人真不会记得每次胜利是为谁获得。今天盖世豪杰如水中捞月，每天